我们都知道要活就要动，我们一般运动有四个主轴，筋骨灵活，肌力强化运动，第三个是心肺功能，第四个是协调平衡。那当然你如果有一套操可以把这四个通通涵盖在里面，当然是更棒。很多人说啊，我没有时间做运动。其实呢，你要是学时学地，你在客厅、在家里、在上班的时间啊，或者是到野外，学时都可以做这一套运动。完整做完以后呢，我相信各位一定可以增生青春活力。